12歲啱啱今日common第一堂課，好難學，幾好㗎，都仲好快講緊。以前就唔係方便溝通，而家喺叫咩講到難先有方便溝通，即係練習，有時喺即係放棄就係。我们能干，伊爱云南各族，他们要砸他的殖民，先要亲自与他们战斗，砸他们的心，先要拆开伊拉的眼泪，不再有希望，最好就喊请大家就过来听，也不再有悲哀、哭吼、痛疼，因为一再的死都回不了。現在是安葬，既是天父叫吳林美心姊妹歸回她那裡，我們就將她身體安葬於此，使土仍歸於土，塵仍歸於塵。然而我們深信吳林美心的靈魂已經安然歸回父神那裡，因為她的靈魂是神所賜的，亦都是上帝所愛的，要永遠的與上帝同在，當主耶穌回來的時候，必將他的靈魂一同帶來，叫他從死身體的死裡面去復活。我們先祝福了，然後請家人先埋來獻花，然後我們的弟兄姊妹親友方便的就上到來獻花。好，現在我們同心的祈禱。奉主耶穌基督的恩惠，彼上帝的慈愛，聖靈的感動，同台恩惠靈力，上靈精能等多，直接預告聖約的所有的家庭子孫等多，從今直到永永遠遠。阿門。
符合个价，做完感谢了。虽然一直生非常个平淡，无咪个特别个地方，但是我感谢主，我来主个恩典福气，就是自身能够我个心中。主要我唔求大富大贵，我只是求呾主啊，你帮我能够有一个安详的家庭，帮我能够行伫能够到你个面前，有伫行主个路就够了。主要这个就是无声了，每心意一直到你面前不断个祈祷，主要我感谢你，求主施恩，再次将这个讲者个直声应承到我个心中，让真实在到达，更紧紧跟随主个言论。当心是红树的人，主的福气就是这将养到我的家庭的中间，主要我感谢你，感谢主。人生有生必有死，但是这个死未将我结束，因为在到天边会我开了天灯的门，主要我在到达地上不是我的永远的家，这个家我必定要这个的时尚的时间我必定要过去，但是到天上永远，主要我没有无生了，没生意能够感谢你。是在到伊休息的时候，伊就已经认识这位饼。我更加感谢你，这个生命就是到伊的里面，不断的主啊，你都是能够到伊的生命中间，教导伊，领导伊。主啊，这样伊就是直生的宝贝。主啊，我感谢你，伊唔单止得着耶稣基督的宝贝，先也是将能干头换每何个能够享受你。所以你享受义务家庭，但我先生做父能够。估唔到，到时时着嘅生活嘅时候，需要嘅时候，经济嘅时候。我们现在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字，是为林美心姊妹举行安葬礼，我们大家静默。请大家唱诗十字架。十字架，十字架，永是我。
家行開始計算。
都一個提示下，佢木板嗰度咧，嗰段時間咧都係好合適嘅物件嚟嘅，係啦，擺放定曬啦，咁就有啲都係好大嘅，等等等等，再。
啊。好啦，咁啊，交翻俾大會組織。得下。係啦，係我當制，麻煩你。都係好，誒 ，OK， 好。各位，我哋現在奉主耶穌基督嘅名，係為立比心姊妹舉行安葬禮，我哋大家靜默。請大家唱詩十字架。